承印团队吼，郭伯虎师兄这十年了，接引足济咱的菩萨，即马在做遮拢是吼。我这个救国英雄，我来此济已经嘛来十二年啊哈。承印我的感觉哈，就是用快乐的方式哈，啊，很易让大家来接触一个带一个哈。我倒手边这个哈，根生人陈庆龙是承印到我第一遍实在站嘛，哦，真正拍拍球哈。啊，眼神什么的拢得歹哈，开始安尼接应接应哈，接应加降级啊，受精啊哈，啊加助臂啊哈。因为我有跟商人发言过，要来做刊物这一图，那也记得说商人曾跟这弟子们说，莫忘初衷，还有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件事，莫忘那一人。所以说，在我雇的病患里面。我尽量把上人所说的视病由亲把它做到最好，虽然每个人的体解跟体量都不一样，但是我都会就是说尽量把上人所说的话记在心中。那很感恩各位师兄师姐的认可，也介绍一些需要我服务的病患，所以说今天能跟上人面对面的座谈会，想请上人就是说不要担心弟子，弟子对你发的初心跟本心都没有走心。常常在讲吼，修行有方法，听起来呢，方法拢在恁现在在分享这个所在，因为它仅涵盖的迄个教育，不管是更生人，佛陀都讲啊，人人本具佛性，只是呢有。一时的因缘，无有注意哈，啊，毫厘偏差，所以呢，但是有个有好的因缘，佮佮转倒转来，大家人疼惜，大家人鼓励，回倒转来呢，现在也是菩萨，都是一直安尼伫咧听，所以讲吼，人生啊，要做菩萨呢。无困难，啊！菩萨面对的呢，就是凡夫，啊！凡夫都是这么一复杂的环境吼，就是啊，无小心的变成了一个习气，所以迄个习气呢，那卡输啦，一步的方向错啦，它就是步步错，啊！不过呢。善良的本性在，只要有因缘，就搁翻倒转来，他就是成为一位呢，真正是可以做人做未到的好事。这几天呐、啊，都会听到吼，真感恩呐、啊。不过因缘，有了因缘，就是愿意去付出。那有这个因缘。啊，总是呢，大家人来啊，讲好话啦，啊，互相吼、哦、提出过去呢，曾经有过的分享，曾经有过，就是家己也是不经过了安怎的错，啊，什么因缘把咱叫倒转来，即马换咱来去叫人哦，吼、哦，这呢。这菩萨求生，师父定啊，甲大家人讲，你来发心啦，已经曾经有过的足迹啦，对错呢真分明，过去的错，现在的对，咱都爱赶紧来甲大家讲，曾经有分毫的偏差毫厘，四千。那即使有一年，搁修道回来，对准脚步，会甲人搁看对呢正确的方向。这个所在，咱有一群伫咧带成印，咱只要有真多呢，可以随机说法。所以，什么款的人，企业家啦，那这整个社会呢，殊荣共享啦。讲的话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那
高雄有这个特殊的点，就是属龙工商都有慈济人，啊，这些慈济人总是呢汇合起来都很投机，所以他们呢在承运呐、啊、就会有对机祷告哈、哦，啊，这都是好事，也是好方法，让社会呢会祥和。有因缘呐，安尼拉扯拉扯，扯出了咱这个社会，会很有祥和的气氛。咱即马伫遮坐着，不也就是呢，真祥和吗？这都是什么人伫咧讲话，都是安尼真认真伫咧听，啊，听入面就是有接纳，似乎嘛是拢坐伫遮认真听。那咧听，我嘛唔敢出声，总是呢表示我真认真。高雄智贤中心成立都要十五周年，我们刚成立的时候，那个杜师兄就特别勉励我们说：“哎，那个智贤中心啊，那个社交中心，如果要能够蓬勃发展，一定要结合组队啊。”所以他是说啊，那个社交中心的一个运作啊，其实是我们高雄慈济人的一个责任，哦，一个责任，而且你要发挥菩萨大招生的这样一个功能，哦，那我们做到了。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学员呐、啊，从那个没有来接触到慈济，但是我们看他们走到我们的那个进士堂的大厅，哎，都会向佛陀顶礼，哦，我们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那个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哦，啊，有的人伊也不一定是按你这个宗教，但是就是那个。来到我们进士堂，自动的就跟佛陀来顶礼哈。那另外有很多的那个妈妈爸爸哈，他的小孩来上我们的儿童课，他们也特别分享说，哎，我的囡仔卡在里处哈，弄安尼，哎，足迄个足调皮的，啊，弄安尼好安尼照安尼照讲，足大声，哎，真正来上安的那个智贤中心的课程回去以后，哎，变得彬彬有礼，而且回去以后讲话都变小声了。因来讲奇怪，你看拢变。讲话开始细声，伊讲我咧上课的时阵哦，我咧班上拢安尼，大家拢讲话拢出细声，拢把那音调都降低了。哦，所以那个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，尤其我们的家长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上我们这边智贤中心的课程。哇，很赞叹，感觉讲啊、哦，这是什么因缘？啊，师父哪有这多安尼的弟子啦？啊，这的弟子哪会这乖？啊，他们。原来曾经有过，不过呢，现在呢那样的堪忍有力，哈、哦，要多一个人无简单呐，啊，都爱哈耐心耐力哈、哦，啊耐气，安尼才有法度哈、哦、去陪伴，那才有法度呢，安尼会当这个该讲话啊，真道气啊，得个带去吧，可以。有习惯，所以常常讲吼，道理就是理，啊理就是理啦，吼啊就会变成了讲吼，他拄啊听讲入来个家，总是乖乖啊都会顶礼吼，那在佛像前啦，这吼就是变成了环境啦，叫做境界，环境吼。会带动咱吼，很自然的心气啦，心的气氛吼啊，很自然就是会很祥和。这就是一个搞搞啊搞呢，那会当安尼来净化吼，大家人看会到啦。这就是一个方向，同一个方向。这嘛叫做吼气，天气、地气啦，人甲人的中间也有人气吼，这种祥和的人气啦，很自然呐、啊，咱的心就会安尼清净啊。这对阮来讲叫做发乐吼，欢喜、快乐。嘿，虽然唔是伫咧讲法，大家人。不是在那个那么严肃在那听话，但是呢总是顾顾会当入心，这叫做法度，
其实有法度啦，世间看困难啊，有法度啦，这叫做法度。好，成印也就是一个法度，法度啦。所以欢喜，真感恩哦，真感动。对的事做就对了，请您哦，大家人共同一起为社会，咱来施布施啦，法度吼，叫做施法度吼，布施法来度人，这唔免用钱，只系呢，把咱的态度，这份的礼就是礼，这个态度，那咱来施。施法度，和咱的社会呢会很祥和，吼、哦，安尼应该做事业嘛，真好做啦，吼、哦，那和社会呢啊真祥和。